刚刚结束新专辑活动的 aespa 最近举办了首场的线下粉丝见面会，热门歌曲接连登场，演唱了 Black Mamba、 Next Level、 Savage 等歌曲，还演唱了第二张迷你专辑主打歌 Girls 等等，收录曲的初舞台也首次公开，期间更是表演了许多平常看不到的表演，像是前辈们的歌曲等等，现场气氛非常火热，来到现场的粉丝们也挥舞着应援棒，以热烈的呐喊身体偶像应援。而除了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举行以外，在线上平台也有进行直播，其中队长 Karina 的暖心小举动被许多粉丝发现。由于在跳 Next Level 以前， Winter 的开场动作是张开腿跪蹲在中间，然而 Winter 身穿着超短裙，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准备好防走光措施，在准备跳舞前的他有些彷徨，而 Karina 看了后直接霸气一句话解开窘境。如此随时随地照顾队友的队长真的是太暖了。